我这次做的很满哦，但我们这次的愚人节特别计划就是要愚弄场上的其他玩家，然后不要被发现没有狼人，然后让扛推这些好人让大家走心，就是反正就把场上弄得非常混乱，反正就是没有狼人局嘛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我已经做了很多，因为我们刚刚上一场是录 Delay Life， 然后我已经跟小赖就一直说，哎，你要玩狼人杀什么什么，我说对啊，因为那个骚肉场上是我的朋友，然后我收了80万。我说不，我说啊。没有，我说我收了80万，然后什么什么，他们赞助我拍的比手，然后就讲得很真，然后他们好像是相信的。我觉得这蛮合理的，因为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了，对，你的朋友的场，然后我们就是有什么计划？我在想，就是因为女巫这角色蛮好自证身份的，反正就是我可能第一天、第二天就会跳出来，然后可能引导他们屠民或什么，然后反正我自证身份嘛，我就是，可是有可能没有女巫。对，所以我一定要在第一晚或第二晚，我要开赌，我要先赌一个人，那个人，他还是会讲话。然后我们去找一个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要找一个他真的很想吃烧肉。哎，你第一晚就把他毒死，好，你第一晚你不让他吃啊。好可怜啦！哎，对，哎，我是这里面最值钱的。所以你家去了，很合理啊，很合理啊，哇，好可怜，笑死我了，徐正之前去了，走开哦，走开！靠近我们的肉。好呀，这要吃掉了。后面的好吵。守卫的心意，学校的请尊严。今晚等待高手时。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。感谢由吉上美味火山春日火山春日香肉烧肉，哎，这就给你们念好了。火山，感觉是一起吧，都才几句而已。对啊。猫嘛。感谢由吉上美味火山春日和牛烧肉赞助播出。猫，火山春日和牛烧肉。猫是你要求的吗？猫，你要求的吗？猫是你要。猫。我才不会动，我就不会改。好，感谢由吉上美味火山春日好和牛火山春日和牛烧肉。火山春日和牛烧肉吉上美味赞助播出。好，一起好，一起一起。先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好，4、3、2。感谢由吉上美味火山春日和牛烧肉赞助播出。09帮我，可能等下镜头看多一点。哦，好，你一直在打字。好，感谢由吉上美味火山春日和牛烧肉赞助播出。猫。好，可以，来我们第二个版本 ，Hyper 版。风泽版吗？对，风泽版，然后我们可以带一点。感谢由动作。感谢由吉上美味。那就牛啊。好，那我们来风泽。风泽，我来风泽版。伟静跟林九手张开，我看一下味道。我不会张开，我会在这边，那就这样子哦。你是毛才那样吧？对啊，毛。可是
语气也很嗨。语气是怎样？怎么？感谢哟，机上，真的很感谢哟，机上美味，感谢哟。好，好 ，OK。这瓶酒 OK 吗？这个还可以啦，就后面那个。先来喽。好，很开心的那种。感谢由极上美味火山春日和牛烧肉赞助播出，萌萌萌萌萌！我会帮他们要求，就是开店之后可以让你们去吃啊，免吃个一年这样子啊，免费吃一年，好吗？对，好不好？真的会去哦？台中吗？在台中比较远，真的会去哦。好，再帮我开心啊！光极限了哎，你极限。可是我有跟他们讲说，就是差不多你可以，我就是这样子，你就是这样。你说，感谢哦，极上美味，这都有吗？然后我们就一直比赞，我觉得他们用吗？每个牛的部位很好。OK， 胸赞助播出啊，我们那种就是那种。怎么样？我觉得直播带货感，直播带货感，直播带货感。好，直播带货感是以前什么？极上美味，就是专业感。我们介绍牛，他是牛。好，我是牛。东森购物感，东森购物。好 ，OK。你是牛，你是牛。好 ，OK。那我知道我们极上美味先不动，我们第二开始再好。OK， 好。来，你说火山开始。感谢由极上美味火山春日和牛烧肉。好。感谢由极上美味火山春日和牛烧肉。火山春日和牛烧肉。好，再次。感谢由极上美味火山春日和牛赞助播出。你怎样了？对不起，和牛烧肉。对啊，你也讲错烧肉。火山春日和牛烧肉。还骂你？和牛烧肉。你们摸摸摸摸，我要配合吗？你要动了吧？我要摸摸，你也要一起啊！摸摸摸摸摸。哦，好，还是你这种，所以我这样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这个我一笑应该没关系吧？这可以啊，这哦，厂商真的要这样子，有创意，那好像笑出来也无所谓。对，好，火山春日和牛烧肉，好好好，火山春日和牛烧肉，火山春日和牛烧肉，好，嗯哼，嗯哼。感谢由极上美味火山春日和牛烧肉赞助播出，某某某某某。看我在干嘛？好，这个你肯定好了吧？在干嘛？很好，我觉得很好。这一切，跟手的那个要对一下吗？不用啊，我们故意，我们就同步位啊，有横膈膜，有没了，要分离呀 ，OK 吧？横膈膜。我们再录一个保险。确定？会用到这个吗？我们的手很不同，是不是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好好好，这样蛮好，没有啦，不是要创意。嗯嗯，好。五四三二，感谢由极上美，感谢。五四三二，感谢由极上美味火山春日和牛烧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火山春日和牛烧肉赞助播出。真的来了。感谢由极上美味火山春日和牛烧肉赞助播出。某某某某某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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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头很晕。